主播带大家来关心柯文哲的政治现金假账案，大家还记得吗？民众党他们在12号下午的时候，还有召开了记者会，把整个假账案定调给他们的会计师端木正一个人便宜行事的行为。那怎么今天检调突然搜索了呢？事实上，台北地检署他们在这几天有向监察院去申报柯文哲政治现金的申报资料，他们手上拿这份资料，同时呢，在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调查局人员就已经来到木可公。那大家也好奇说，木可公司跟柯文哲办公室到底是不是同一间？事实上呢，他们都是在2楼，只是分区作业。所以呢，今天调查局进到里面的时候，当然民众党内部的人员也是非常震惊。最后调查局人员经过4个多小时搜证之后，他们呢坐车2部，总共带走了相关人等，包含了还有6箱资料。那么到底民众党部有没有被搜索呢？先来听一下民众党副秘书长徐辅的最新说法。好，调查局北基组呢，今天是基于因为这个政治现金案，所以说有做一个搜索。但搜索的部分呢，不包含台湾民众党党部，也不包含台湾民众党柯文哲主席的办公室。但是呢，我们主动提交了6箱有关大选时期的凭证，希望交给检方尽速的厘清真相。好，您可以听到呢，徐辅他是一再的强调柯文哲的办公室没有被搜索，但是吊诡的是呢，柯文哲办公室明明跟木可办公室就是同一层办公室，只是分区使用而已。好，不管怎么样呢，他虽然说强调没有被搜索，他也强调民众党的党部同样没有被搜索，但是我们掌握到的被搜索的还有谁呢？就是端木正会计事务所，他同样在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检调人员呢也是同样进去里面搜索，而且呢，待会端木正他一直神隐。他待会晚点的时候呢，就会被移送到台北地检署进行复讯。到底他跟柯文哲的说法对得上吗？后续有最新的司法结果，再持续为您掌握。以上是最新，再把镜头交还棚内。东森新闻掌握的独家消息，柯文哲假账案持续连烧，北检已经将案件列为他自案，在侦办当中。不过一大早，包括争议人物会计师端木正的事务所是被搜索之外，另外包含了柯文哲在台铺大楼的办公室，另外还有旁边的木可行销公司，同时在上午被搜索当中，而接下来不排除会约谈相关人员。从玻璃门望进去，是几位黑衣背着包包的检调人员。这里就是台波大楼中的柯文哲办公室，而木可公关公司其实也位在此处，与柯办共用区域。东森新闻就独家掌握，柯文哲政治现金假账案持续延烧，很明白的，检调在事情爆发后以他自案来侦办，大动作的前往柯办以及木可公关公司搜索调取政治现金相关单据凭证来进行比对，更不排除会约谈人员说明厘清案情，但偏偏有一只手遮起来了。整起案件已经越来越浮上台面，其实包括另一间公关公司尼奥负责人，同时也是黄珊珊的好友戴丽玲，传出在12号当天也被约谈，越来越多相关人士都慢慢掌握在检调手里。台北地检署14号指挥调查局针对柯文哲的政治现金假账案进行搜索，搜索地点包含2楼的木可办公室，还有3楼的柯文哲办公室，这些都是搜证地点。先跟大家说抱歉，因为今天早上呢，调查局的人员直接到台波来进行搜索，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员都在配合检方的调查跟。其实检调早就兵分多路，大动作开始侦办，但除了台波大楼中的木可行销公司以及柯文哲办公室，还有民众党中央党部，甚至包括深陷其中的会计师端木正的金华事务所，也传出在一早被搜索，但检调低调不说明。柯文哲假账争议的关键人物端木正的事务所也因此被检调搜索。柯文哲假账疑云，北检主动分他自案侦办，而目前被告就有柯文哲以及妻子陈佩琪，还有李文宗和木可负责人李文娟、会计师端木正等人。而北检13号也以行文监察院要调阅政治现金申报资料，随着搜索动作越来越多，或许假账疑云能尽快水落石出。东森新闻综合报道。故事就是。不过现在柯文哲假账风波也爆出来案外案，这是一度自称是木可前经理的叶志光。在政论节目上，他不断的大爆料，引来民众党强力的批评，甚至木可公司准备要提出告诉，强调呢叶志光根本是没有任职过。不过现在叶志光是先一步来到北检告民众党诽谤，不过民众党早在有人守在门口跟警方爆发了口角冲突。那个账
集团。你说自由时报吗？不是，你看下面你的标题，你写的是诈骗集团这四个字。立定委任律师手指民众党组织部副主任林昭颖涉嫌诽谤，两方冲突一触即发。我才想问你，我在台国看过我呢，笑死。北检员警在旁戒备，柯文哲金流争议连环烧，民众党林昭颖不满，自称木可前经理叶志光以及立鼎公司总经理张俊堂上节目自称替柯文哲选举活动带电超过1300万元，至今还没追回。林昭颖拿着平面标题猛酸对方诈骗集团。欢迎在外面的朋友，有多少人听到李文忠董事长对外介绍我是木可总经理的？我希望有良心的这些朋友们，我们在法庭上我们可以来去陈述这段事实好吗？总 PM 不是总经理，赖的对话记录能够当法律证据，我也是服了那个律师。这回叶志光、张俊堂、立鼎公司抢先出招，按铃提告。毕竟民众党回击质疑叶志光的身份，再呛没签合约，哪来欠1300万？民众党时任竞选总干事黄珊珊则是说好也要率队开告。民众党强调将会延后提告伪造文书罪，因为会计师端木正擅自调解差额行为，造成清誉受损。不过民众党也承认内控机制出问题，未来还会做内部调整。不过一连串的争议恐怕难找回流失的信任感。东森新闻刘伟成、练正豪、廖伟宏、李儒台北报道。好，柯文哲他指控呢都是会计师端木正哦做账，结果落报。而当时呢担任竞选总干事的黄珊珊，原本是在上午11点要来到北检来按铃提告端木正，结果呢因为科办遭到检调搜索，强调是配合调查，到了预定时间并没有现身。今天有没有跟端木正联络？没有联络上。他说是没有联络上，所以你有找他吗？找不到人。从家门口就在找会计师端木正，柯文哲紧咬整起政治现金假账风波，就是会计师漏报惹的祸，更让时任竞选总干事黄珊珊前往北检按铃提告。不过因为配合调查，原定时间黄珊珊并未现身，仍放话当面询问端木正。他当场承认作业不及，却遭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痛批黄珊珊身为竞选总干事竟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以黄珊来说的话，他过去自己选也选了20年嘛，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风险控管没有做好，那危机出现的时候，危机管理又没有做好，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非常大伤害。民众党上下都指称端木正擅自调节差额，但端木正有人透露，他已经和柯文哲阵营闹翻，还气到无法入睡。且既然要便宜行事，也无法解释为何专挑你要跟时乐两家友好厂商去冲账，背后没有高人指示吗？北市议员林亮君也以他的经验举例，政治现金申报系统，会计师必须取得柯文哲或竞选总部提供权限，诸多金流争议说不清，也让当初陪同柯文哲创党的心腹蔡壁如只想这样问问主席。我看他在记者会上面，我看的是不是觉得很舍不得啦，因为认识他超过30年了，这一下刚刚好像被公审这样子，每隔一段时间要去回过头来看看身边的人，我们是不是也跟人民还站在一起。当初的浮选工程纷纷发生，提醒柯阵营政治不难，找回良心而已。东森新闻之中心综合报道。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总统大选政治现金遭人检举申报不实，目前调查局的人员正在搜索柯文哲的办公室。最新的独家连线报道，连线记者赵义杰。政治现金的假账案目前呢持续在延烧，那么在他们昨天还有前天呢都有开记者会说明，那么今天呢最新的司法进度就是台北地检署他们今天一早是指挥了调查局要来搜索地方总共2处，包含了第一个地方就是会计师端木正的事务所，稍晚呢端木正人也会被带到北检去约谈，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现在人在的这里呢过去是柯文哲的办公室，同时也是木可公关公司的办公室。
办公室。那么通过最新画面你可以看到呢，事实上今天一早调查官九点多的时候就已经抵达到这个办公室里面了，而且里面的人呢，他们是拿出一些单据给调查官，同时现在呢还在进行搜索当中。那么您看到呢，其实事实上调查官今天九点多进来之后呢，原本莫可公司要上班的人，包含民众党要上班的人，他们都没有办法再进到办公室里头，连停车都没有办法。针对这个案子呢，为什么今天会有大动作的搜索呢？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柯文哲跟端木正他们两边的说法是都不拢的。对此呢，检察官事实上已经有向监察院来行文，他们要调阅柯文哲政治现金的申报资料，同时要把这个资料呢跟端木正事务所里面的单据，还有今天柯文哲办公室里面搜到的单据，还有木可公司搜到的单据呢，都要来一一比对。那么今天主要的司法进度就是会把端木正还有整个木可公司的相关人等都带到北检里面进行复讯。不过你可以看到呢，事实上在人还没进到北检复讯之前呢，今天调查官他们在搜索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已经曝光了。因此今天呢，未来不排除也可能会约谈柯文哲。那么整个政治现金的假账案呢，当时民众党他们是表示，柯文哲的这个竞选副总干事陈志涵指出呢，经过他们第一阶段查核，他们发现确实有15笔漏报，还有2笔误报的支出。他们把这个错呢，都是推给会计师端木正，但是端木正他不认，所以呢，他多次跟柯文哲对杠的情况。因此今天呢，这件事情来到司法进度，所以北检呢，他们搜索了端木正办公室，包含柯文哲办公室，还有木可办公室里面的相关单据，同时会拿出柯文哲政治现金的申报资料来进行比对。那么全案呢，目前总共有5名被告，包含了柯文哲，还有他的妻子陈佩琪，包含了整个民众党的财务长李文宗、木可的负责人，还有会计师等等的。其实呢，针对这个案子已经约谈了一些被告还有证人。那么目前的司法动作呢，都还在进行当中，未来不排除或是稍晚的时候，木可公司可能会有人被送到台北地检署进行复讯。以上向掌握到这一消息，再把镜头交还棚内。好，继续要来关心的也是最新的现场，是北检侦办了民众党的政治现金案。今天一早呢，指挥了调查局持续持搜索票，搜索会计师端木正的事务所。而目前最新的状况如何呢？连线请记者王晴桦来告诉我们。晴桦。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卷入了这个政治现金申报不实的疑云，那么我们现在也来到了端木正的会计师事务所楼下。今天早上有非常多的媒体就在此等候，因为传出今天早上北检市的调查局他们是持了搜索票到了会计师事务所来进行大动作的搜索。那么会计师事务所这边呢是不否认的，不过目前端木正是电话关机中，讯息也未读未回，而北检则不愿意进一步证实说有这个动作。不过呢，根据我们现在的了解，他们已经把端木正以及会计师、律师会计师的事务所相关人员准备带回北检，对于这个假账的这个案情要准备进一步的厘清。而我们现在在现场的这个相关人员，他们也表示，对于现场只证实说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就位在这个地方，但是对于今天早上北检有没有来到现场进行搜索是不清楚的。那根据我们的最新了解呢，现在就是有这个要准备将人带回北检之后呢，在今天民众党的部分也要将对端木正来进行提告。那么呢，在现场的部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是没有人员进出的，因为根据了解，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将人带回北检了。那么现场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在民众党在昨天喊出说要对端木正提出进一步的告诉之后呢，今天将会到这个北检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最新情况，将时间交还棚内。继续独家追踪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做假账的疑云持续的延烧，会计师端木正呢被民众党指控做账漏报，而东森新闻独家掌握，早在了民众党召开了澄清记者会之前，端木正就辞去了党代表，看似呢要跟民众党划清界限。今天早上有记者来，我们也是不接受采访。被白银指控乱做账，端木正持续消失荧光幕，就连上班地金华会计事务所也未能见到他的行踪。但事实上，端木正跟柯文哲很早就认识，柯文哲到台北市长时，两人就有交集。
翻开第一届廉政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时间回推2016年，早在柯文哲就任台北市长第二年时，就跟端木正在同场合。当时端木正针对局处使用预算颇有见解，殊不知8年后，曾跟柯文哲走如此近的会计师被民众党往死里打。据了解，端木正8月11号以个人因素辞党代表，8月12号生效，看似就是要跟民众党彻底划清界限。对比这个画面，格外讽刺。其实都对于本党的这些经费都有一个严密的一个考核的机制。市长民众党指控端木正便宜行事，以时间来不及将漏报了2000多万元擅自调节，但这是漏报还是虚报，这牵扯到会计师的名誉。因为时间紧迫啦，是做成这个才做成这种情形，其实我们也难说了，这种非常少见的状况哈。我想会计师一般来讲应该没有这个翻译才对了。确实，一般而言，会计师事务所比较常见承揽候选人查账工作，但单就民众党个案来看，民众党委托端木正登载收支出资料，并由同一人向监察院申报，并非常态。你参选人的竞选经费是不是既查账可以不可以在一起？这目前来讲，这目前没有明确的规范。柯文哲政治现金假账盈余延烧，回顾民众党的历史，只能说昔日最亲近人的回击，往往伤人最深。董事长，这东西你怎么懂？